杂。可是他的声音很大声啊，他的声音超级，他一叫的时候有没有，整个山谷都是他的声音了，有没有听过山羌的声音？没有。注意听好了，他的声音要拉长音，他的声音是这样。预备，开始！母的这样叫，母的是这样，这样子。预备，开始！这是三枪哦，真正的啊，没有在开玩笑。短音就不是了。他吃什么？拿着枪。骂人呐！鸡鸡。不是不是不是。猕猴。猕猴。猕猴的发音很多元哦，他会咔咔。然后这样子哦，你们知道台湾最多灵长类是什么东西吗？闽南人、客家人、外省人、新住民。第五个是猕猴哦，最后才是原住民哦，我们是少数中的少数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现在你就知道了嘛。所以假日的时候很这边很多人，最常钓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？钓猕猴。钓鱼。钓手机。常常因为这边很多人常钓手机，然后被猕猴捡到，猕猴就拿起来这样。滑手机。他有时候也会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没错。